必须得说，我觉得香港迪士尼虽然没有像其他的腹地面积那么大，但是。哈，大家好，又是我迪达。现在呢，我就是回香港过年嘛，然后我很开心，有一个台湾朋友来找我玩 ，Come on！ 啊，是一句。超开心的，而且一居是第一次来香港，他说对，然后我以前就很期待想要来玩，因为这边的东西感觉都很好吃。那我已经呢就是带他玩了几天，那今天的行程呢，你有看到我这个帽子吗？啊，就知道我们要去哪里。你看我们穿的，哇，像一个学生妹子啊。没错，就是要去这个香港迪士尼。对，你应该有没有期待，有没有期待的告诉我。我最期待那个垃圾桶。哪个垃圾桶？因为我真的看过人家拍 YouTube， 然后他说香港迪士尼才有的，就是有一个垃圾桶，它看起来跟其他垃圾桶一样，但是它会走，它就是它会移动。可以跟你合照吗？有没有香港的朋友可以告诉我，是不是有这样的垃圾桶的？好，那这个呢，可能是我们今天去看看能不能遇到的。就是一句最想看到的垃圾桶，大家应该觉得很奇怪。我先去找我的王子了，我先去找我的王子了，再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出发咯，迪士尼 Go Go Yes。到咯，要进去咯，好啊，小朋友。我们真的超刚刚好的，真的超刚刚好的，而且位置也不错，真的位置不错，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啊，哇，好漂亮，还是好美啊，跑起来嘞，等它还没那么大，一定要跟城堡合照，超美的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吸我是吗？吸我、哦、我超爱的、欸、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来一定要看这种庆典的剧场，超赞的耶、yeah! 快上哇，赞，先来看看剧场第一件事情，而且好久没看了，我记得我以前印象中有看过了，很赞很赞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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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结束啦，请你离开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真的好好看、啊、好感动，细节太多了，超精彩的，真的，新春版的超可爱，新春版哎、欸，真的，哎呦，喂，新年版那更特别咯，系咪应该买翻只啊？啲啦，应该系嗬，啊毛毛，毛毛毛毛怪的，哎呀呀，好可爱呀。女人嚟到呢边咧，居然系会癫咗噶！我瞬间揾唔到阿 Eju， 佢明明啱先仲喺我隔篱试紧嗰个毛毛嗰个头箍，点解唔见咗啊？你看看你最后选了什么？我选了那个小矮人的其中两个，一个是困宝，然后一个是爱生气，都蛮像我的。要再加一个苹果。对，我都要买翻只呢个，好唔好得意啊？佢仲要系醒狮头嚟嘅，睇下，跟住件衫仔超得意。看我们
么的痛苦耶。而且我现在呢，我们来玩的第一个游戏是灰熊三谷。然后你会怕吗？过山车？完全不怕。看过车？我只怕海盗船而已。好，那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因为它有一个位置很特别。最前面啊？不是，不是后面，是中间的过程蛮特别。我现在就先不讲是什么，喷水吗？有人出来下是不是？哎呦哎呦，鬼叫山啊！好，等一下让他看看。突然了，爸！哇！可以吗？哇！哈哈哈！完全无法掩盖，我完全无法掩盖。没有恐怖啊！专一点好不好？没有，一点都。系咪呢度？系咪呢度？大家，第二个山啦吓，系咪呢度？就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知道。好像还好哎，真的很还好哎。哇，好玩好玩。过曝了，怎么这样？我相机已经坏掉了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他吓到了，他吓到了。怎么样？刚刚说不好玩，现在觉得好玩了。后面的那个锵一声，因为我很怕大声的东西，所以我那个时候被吓到。他锵一声还冲冲冲，他就哦，帅爽。我们晚一点可以再来玩一次。可以，太好玩了。可以，这个真的很好玩，真的很棒。开始带你去道路。就是在那边，我们在等那个跳伞嘛。可是我刚刚一开始说那个 Space Mountain 今天是没有开的，但我刚刚一打开 App， 它开了，而且才等20分钟，这个跳伞要等60分钟。我们现在就是二话不说，马上冲去 Space Mountain 那边。对，因为我觉得 Space Mountain 很值得玩，我们先去玩那一区，然后晚一点这一区就是可能没那么多人的时候再回来玩。没错，攻略啊，攻略啊。走了耶！进去喽！准备起飞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祝大家好运！室内的过山车超赞，但是我以前在香港迪士尼最爱玩的。真的？你有点夸张哦！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狂玩这个，哇！耶！这是我推荐玩的 Number Two 游戏。呜呼！拜拜！耶！全部展开你凌晨的召唤干，开战！哇！哇！我真的蛮好玩的，很嗨哈，这蛮值得的，很值得哎！我就说吧，这个也很好玩，哇！这个光，你看我很像恐怖片一样。耶、yeah, ，玩完了，好玩吧？好玩，好玩，真的可以来。这个很赞哎！你的第一名跟第二名目前真的都有上榜，可以，认真的 OK。玩完这个呢，旁边我们可以去玩 biu biu biu， 对，打枪。现在我们来玩呢，这个就是射枪游戏 biu biu biu。你看上次呢，我是输给 Wallace 啦，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我可以赢你。不要说太早。来啦来啦来啦，打吧！哎，输的请喝饮料。好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好意思啊。怎么会这样？可以说了。还没结束吧？结束了。请饮料啊！这个都会输哎，我每次玩这个都要请他们喝饮料哎，上次也是这样，机车。
不是我在讲啦，真的人齁，不要太嚣张啊。嗯，好欠揍。算了啦，想喝什么喝了，喝了，喝了。锵锵，愿赌服输。这个是那个上次 Wallace 跟我介绍说这里有这个好喝的，我才知道。很清爽吗？很舒服哎，有酸。好喜欢哦，它像凤梨优格的感觉，它不是凤梨那么的甜的，那么极致的甜跟极致的酸，它有点优格的味道，嗯，很浓哎，我好喜欢哦。而且最开心是我们今天，因为我真的要给一个秘诀大家，五点多去城堡拍照，还有其他地方拍照的照片的光是最漂亮的，对，你们看一下我们拍的城堡照。玩这个迷离大宅比较有 feel 哎，真的有 feel 啊！有些东西其实可以晚上再玩，真的，因为晚上小朋友很多就是会累嘛，爸爸妈妈会带走。对对对对，像刚刚那个我们只是十分钟，超赞，真的超赞。现在有什么就赶快出去玩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才到了，我还是会怕啊。你会怕？我怕冷而已。十分钟就不值得了，对，没错，就会傻眼，太快了，就会傻眼。现在我们要去看那个晚上烟火，对，它有一个什么声光秀。灯光秀啊，声光秀之类的，是新的，然后我也还没看过，好期待哦。认真讲，这是我体验下来，我觉得算是
帮整个应该说能够代表亚洲的迪士尼，然后他甚至是他的那个层次整个拉高了亚洲所有迪士尼的水准。这个人跟我一样，我们都是在前几个月刚去完东京迪士尼的，对，所以很有感觉，就是去完有一个小小的对比的感觉啦，对不对？就很震撼耶，因为其实我去东京迪士尼，对，你觉得肯定觉得它很漂亮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除了漂亮之外，我没有感受到那个温度耶。哦，你刚刚直接感动到哭耶，大家有看到那个画面吗？我吓到耶，我想说这个人后面很安静在看那个声光秀，一转过来是啪，我真的大哭。真的，而且真的有点停不下，因为以前做剧场的嘛，那我看迪士尼这样子灯光秀是我看过所有的舞台剧以来第一个，它结合水跟火，这个已经超级高难度了，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它不是普通的那种光影秀而已，它是设计很多细节在里面，很多小细节。整天下来，因为我上一次跟 Worth 去就是因为风打风根本没有玩到什么，然后今天真的是有玩了，我们其实玩了蛮多东西的，然后呢我用精彩两个字来形容今天，我真的是用精彩两个字哦。我觉得此生必来了，就是如果这样讲，就是很多人会对日本东京迪士尼有一个幻想，他们会觉得我一定要去日本玩迪士尼，但我觉得以现在的状况来讲啊，我自己评估下来，因为日本迪士尼要玩很多天，然后要每个都要排很久，这样比较下来我觉得香港可以先排在第一个，因为香港的就是大概一天就可以全部玩完之外，它的机票综合下来的费用其实没有像日本一样现在那么高，然后重点是香港会讲中文，它有很多的台词是连我们都可以带感的。我必须得说，我觉得香港迪士尼虽然没有像其他的腹地面积那么大，但是它绝对是一个非常精致浓缩的迪士尼。对，好，说到这里，我们这一集没有帮他业配，只是纯粹讲到业配一样，但是我们没有帮他业配。但迪士尼，你看看我们啊，多么可爱，两个小女生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业配 OK 啊。而且啊，说回来，其实今天一开头就有说，其实一直要去找那个垃圾桶，我后面完全忘记了。没有，你到底有没有找啊？你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这边看。你真的有在找啊？我真的有找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就是我们很晚要准备去看烟火的时候，我真的好像有看到那个垃圾桶。那个垃圾桶它是挖两个圆圆的洞，很像眼睛。我真的有看到，但是它里面已经好像没有人了，因为它就停在那边了。所以遗憾，但是下次我还是会来找啦。整个下来其实没有我们一定说要谁说谁不好或者谁好什么之类的，只是我们都去玩就是感受下来的差异，对，一个差异，一个分享给你们听听看，这样子。好，那非常开心，我们今天呢就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，而且很开心让他没有失望，这个最重点，没有失望。好，那呢大家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还记得要去订阅一居老师的频道 FBIG。谢谢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呦，你看，好可爱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